可以说一下这个活动是什么吗？大家我们是跟市政府合作的一个活动，然后我们是台湾城市单车联盟，最主要是鼓励大家多多的骑脚踏车通勤，然后为台北市做出一份力。那这个活动是什么时候的？我们目前的话是计划10月到8月，然后每个礼拜五，然后7点半到9点半，然后总共有12个站点，然后会发送免费的咖啡。大概在哪里啊？在哪里哦？这个好问题，真的我也不太知道。在哪里可以加啊？如果要知道，可以去 Facebook 打台湾城市单车联盟，就会有我们的所有站点的资讯，总共12个点。对，然后我们这边是新义复兴大安站旁边，对。